大家冷不冷？骗人，明明就很冷。OK， 来，我们大家站起来动一下，站起来，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要不然你不动的话，你会觉得很冷。我们真的非常的奇怪哦，第一集的时候很冷，第二集跟夏天一样，现在我们回到了冬天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这个河流泉。那我们欢迎我们河流泉的主持人阿如导演。阿如导演在哪里？我听说阿如导演今天是抱着重病来的哦。OK， 来再鼓掌一下，阿如导演。哎，摄影，摄影，摄影。我们其实上个礼拜哦，盟主还是代导。对，很奇怪，这个观众会怀疑我们有内定的哈。对对对对，会玩河流泉的举手一下好不好？会玩的举手一下。哎，啊，你们连续两集都没有在做功课，老师在教你们有没有在看？哎，会玩的举手一下，我们有奖品哦。哎，那个同学来，啊，那个先生过来一下。对对对，会玩的有奖品。我们今天，这个大会特别报道一下哈，那阿如导演，我们今天有一个年轻人哦，他是做面包的，那他准备了40个自己做的面包还有饼干。从台南一路坐火车上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，好，我们给他鼓掌一下。那等一下我们上台的，我们就颁发一个他做的面包来给你们，蛋糕给你们。他做的蛋糕非常的漂亮，我们拿上来看一下好不好？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好，这上面还有印东西哦。反核爱地球 ，No News， 废核缺你不可，非核家园，反核无惧，零辐射，幸福下一代。这个是直接把它做在蛋糕上面的。俗话说，限量是残酷的，我们只有40个，好不好？只要你敢上台的，我们就送你一个，让你带回去，好不好？好。先收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刚才会的先到这边来报名一下，等一下要挑战代导的先到前面来。那看起来现场有很多观众还不会，还要再复习一次。对，我们要复习一次。来，我们来复习一次哈。好，大家来。好，来，我们大家动一动，热一下身子哈，划拳一下哈，来，我们双手握头，好，两个指尖碰在一起叫盖合式，盖合式，好，这第一个拳叫盖合式，好，合式，然后第二个呢，好，两个手叫往上，叫会出式，会出式。那第三个是我 pass， 我 pass， 好，我们来复习。好，我们复诵一下，复诵一下。来，盖合适啦，盖合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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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会出事啦，会出事，会出事啦，会出事，会出事啦，会出事，会出事啦，会出事。我 pass 啦，我 pass， 我 pass 啦，我 pass。我怕死啊！我怕死。好 ，OK， 好，基本上是这样子。那好，那我们就请我们的等一下，擂台组通常是不能直接上来的。对啊，这个经过两集之后，那个代导很生气的跟我讲说，哪有人家擂台组每次都上去一直站到最后面的？今天不行，来有报名。来，先跟我比。啊，好，我们先跟阿如导演比好了啊。来，第一个刚才有报名的先上来这边。来，刚才不是有个同学会玩的吗？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那个拿一个蛋糕过来，上来的就送一个。其实你肚子很饿，对不对？我包子吃很多，不饿，我就是要拿回去当伴手礼的。哎，那你从哪里来的？哎，我从三峡来的。对，三峡。啊，骑车来，开车。哎，坐车。谢谢。啊，怎么称呼？我姓简，简单的。好，我们第一个挑战者是三峡来的简先干行星。好，来，
哦，今天紧张就睡了哈。哎、欸，还没，还没，先拿着。哎、欸，先拿着哈、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先 Hurricane 四五六哈 ，Hurricane 四五六 ，Hurricane 四五六 ，Hurricane 四五六。好，那个他要先喊哈。来，我，哎、欸，请大家帮忙一下，我们帮大家来打拍子，来。盖合适啊，盖合适。这样子来。会出事啊，会出事。盖合适啦，盖合适，盖合适啦，盖合适，啊，会出事啦，会出事。盖合适啦，盖合适，盖合适啦，盖合适。我怕死啊，我怕死。我怕死啊，我怕死。会出事啊，会出事。盖合适啦，盖合适。我怕死啊，我怕死。我怕死啊，我怕死。会出事啊，会出事。盖合适啊，盖合适。盖合适啦，盖合适。我怕死啊，我怕死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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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卢导演今天比较清醒哦，很好，大家给他鼓掌一下。哎，我们需要还是有奖品的哦。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讲的？赶快上来比赛嘛，输了也有这个伴手礼可以带回来。对啦，我这不是超偶，也不是有奖真牌。哎，你还讲我是人，我反核啦。是，我是人，我反核，还有蛋糕吃，谢谢。谢谢三峡来的干警席哦。那下一个挑战者是哪边来的？哎、欸，还有没有挑战者上来就有奖品哦？哦，不要到时候哎、欸，举手举手，我这边灯比较亮，我看不太到。啊，这边哦，哦，好好好，下一个挑战者来了。好，我们鼓掌一下哦。好，怎么称？啊，我叫 Air， 空气。空气。哎，三重。好，那我们。从三重来的 Air 先生哦，下一个挑战者来，来大家打拍子，一样打拍子哦。六 K 四五六，好，六 K 四五六，好。盖合适啊，盖合适，盖合适啦，盖合适。啊，会出事啊，会出事，会出事啦，会出事。啊，我怕死啊，我怕死。盖合适啦，盖合适，盖合适啦，盖合适。啊，会出事啊，会出事，会出事啦，会出事。盖合适啊，盖合适。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我怕死啊！我怕死！啊，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啊，盖合适啊！盖合适！我怕死啊！我怕死！盖合适啊！盖合适！啊，盖合适啊！盖合适！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啊，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我怕死啊！我怕死！啊，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啊，我怕死啊！我怕死！盖合适啊！盖合适！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盖合适啊！好，中一个，中一个啊，中一个啊！好，中一个、哦，要接着，接着、哦，好来，他中一个换他嘛，哦。大战，谢谢。盖合适啊，盖合适，盖合适了，盖合适。啊，会出事啊，会出事。会出事啊，我怕死啊，我怕死。我怕死啊，我怕死。我怕死啊，我怕死啊，我怕死啊，我怕死啊。太厉害了 ，OK。收成来的 Air 一位，好，我们谢谢阿卢导演可以下去了。大家把酒金金有看到哦，本单位无在做片，这是真的。好，我们三重来的 Air，OK，、okay, 很厉害，头脑很聪明，反应很快。接下来下一个挑战者，有没有下一个挑战者？有蛋糕可以拿回家，这个蛋糕很漂亮，限量40个，哦，上网订不到。还有谁会玩的？谁会玩的？那边有看到人在玩，有没有人？哦，不要害怕上台啊！我们等一下还有公民论坛，你们都可以来。后面的那个先生过来哦，我看到后面的举手，大家给他鼓掌一下，给他一点勇气。来，我们请到台前来哦。好，哦，是小姐啊，来啊，请到台前，你到台前。哦，那个距离好像很遥远哦。来，你再鼓掌一下，请他上来。好、哎，快点，不要让大家等你哦！来来来来，请到台前，请到台前。好，啊，你再不来的话，就叫人家去抬了哦。好，我们请到台前来哦，下一个挑战者，会不会的？还好，还我刚动起来，动起来。好，请到台前，谢谢。坐飞机哦。哎呀，有吃够有料，这你好对不？好，来，我们请上台。你不会玩，没关系，你应该会玩的哈、哦。哪里来的？深坑。深坑 ，OK， 怎么称呼？美亮。哦，
来，我们欢迎一下深坑来的梅亮，下一个挑战者。好。六好，我们给他拍子哦，来。盖合适啊，盖合适。我怕死啊，我怕死。我怕死。好，我们为了节目继续顺畅的进行下去，蛋糕来给他加下去。他成绩起来了没有？我们在这里主持节目很辛苦的，又没有拿到那个主持费。那个谁，那魏仁哲要不要上来了？啊，谁？魏仁哲，戴立文啊。要直接换代理了，不是养车吗？对啊对啊，还有谁挑战吗？我再讲一下哦，我们这个河流泉的月冠军，我们会送那个谁快点，我们会送他到他那个金山的那个河市场参观哦，这个是奖品啊，贡寮河市场参观哦，然后季冠军我们会送他到这个兰屿去看一下和那个核废料处理厂。哦，那如果这个政府让我们在这里待了一年，就会有年度冠军。年度冠军，我们就送他到福岛去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个挑战者，哎，谁？来，我们再上来一个。这个挑战者很重要哦。哦，你如果是这个礼拜的冠军的话，下个礼拜你一定要报哦。OK， 好，来，怎么称呼？我叫阿恒。阿恒，阿恒来的。好，我们鼓掌欢迎一下桃园来的阿恒。All you can 四五六，盖合适啊，盖合适。会舒适啊，盖合适。我怕死啊，我怕死。我相信这个泉一定会在全台湾的这个海产店流行起来。河流泉，好，决战，好，来 ，take two，OK，、okay、round two fight， 河流泉四五六，河流泉四五六，会出事啊！谢谢。看到你们两个的表现，我有信心这个拳一定会在台湾流行起来的哈。好，那后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公民论坛，那我们就直接来挑战我们上个礼拜的盟主戴立仁导演。有没有感觉到压力？对啊，没问题。那个何市长你去。好，那要插的话，等一下自己下去找那个这个，哎，爱爱爱哦，
其实那个吴鹏凤他也很想上来。啊，吴鹏凤，真的吗？啊，那代导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先让吴鹏凤啊，来，吴鹏凤先来挑战一下。好，素瑶，素瑶，哎，不用这个吧？不用，不用，哎。好，你看四五六哈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盖头是，盖头是。我怕死。可惜。好，你看四五六。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我怕死啊！我怕死！盖何事啊！盖何事？盖何事啊！盖何事？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啊！我怕死啊！我怕死！盖何事啊！盖何事？啊！我怕死啊！我怕死啊！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啊！会出事！会出事！对对对。丑一丑一丑一三丑三就死了，对吧？丑三就死了，丑三就死了。好，我一定会丑三。好，四五六。盖何事啊？盖何事？盖何事啊？盖何事？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啊！我怕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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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怕死啊！我怕死！盖何事啊？盖何事？啊！会出事啊！会出事啊！我怕死啊！我怕死！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啊！我怕死啊！我怕死啊！盖何事啊？盖何事？哇！鼓掌！吴鹏凤赢了！哇！这下代级夺标了，代级夺标了。那个吴安都的代理人，哎、欸，我们下一个那个某组代理人。哦，太激烈了，这舞台都快踩了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废话不多说，来来来，好，好，六看四五六。四五六，四五六，好，来。哎，我怕死啊！我怕死，我怕死啊！啊，丑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丑一。哎，我怕死是这样哎。对对对对，我这个是我怕死。然后会出事，那该何事？对 ，OK。好 ，Only you can，Only you can 四五六 ，Only you can 四五六，好。盖何事啊！盖何事！盖何事啊！盖何事！我怕死。等一下，秒杀！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秒杀！秒杀！哇塞！盟主不是干假的，我实在很不想去共聊，我们要不再来一次？代导，你在一个礼拜你就是月冠军了。还有人要挑战，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哦，酷瑶酷瑶，加油！他、啊、真的会哦，妹妹你哪里来的？我南投。好、啊，南投的妹妹要来挑战了、哦，妹妹叫什么？白仙女。好、啊，那我们欢迎白小妹妹挑战我们的盟主代理人单元。好，大家都跪下来哦！你不要！啊 ！All you can， 四五六，四五六，好，暂停了。盖何事啊？盖何事啊？盖何事？盖何事？盖何事啊？盖何事？等一下，你不是跟我玩的、啊，你要跟他玩的、啊。啊啊！不要把自己的头要变笨白了。到底会不会玩？你是要跟代理人说，你要跟代理人说。嗯。盖何事？会出戏，我怕死。好来，好，好，我们再一个哦。开始。来加油。好六盖，四五六，四五六。好。会出事啊！会出事。盖何事啊？盖何事？盖何事啊？盖何事？啊，你那样子。我怕死啊！我怕死。谢谢我们拿过来的白小妹妹，获得蛋糕一个，谢谢。那代表我怕他头再敲下去，对他发育不好，所以我们赶快终止这场比赛。还要挑战啊？哎，还有人要挑战？哎，好，来那个邓安宁邓导出现了哦。OK。好，默默从这个人群里面跑出来，身体不太舒服，感染。
挑战者邓南林邓达挑战我们的冠军。All you can 四五六。All you can 四五六。All you can 四五六。哎？我怕死啊！我怕死啊！我怕死啊！我怕死。会出事啊！会出事啊！我怕死啊！我怕死。干何事啊？干何事？我怕死啊！我怕死。干何事啊？干何事？我怕死啊！我怕死。干何事啊？干何事？我怕死啊！我怕死啊！会出事啊！会出事。会出事啊！会出事。会出事啊！干何事？什么？对对对，会干何事会出？哎，声音打架了啊！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那你抓我是吧？啊。盖尔斯啊，盖尔斯！我怕死啊，我怕死啊！会出事啊，会出事！会出事啊，会出事啊！盖尔斯啊，盖尔斯啊，盖尔斯啊，盖尔斯！哎呦，我怕死啊，我怕死啊！会出事啊！哎，哦，对不起，啊，没关系，好，丑一，哎，丑一啊！我做没有你。OK， 好，来，再一个。谁？你好，我。我怕死啊！我怕死啊！盖何事啊？盖何事？我怕死啊！我怕死啊！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啊，那个邓导今天感冒了，反应比较慢一点。来，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OK， 来，耽误各位时间了，还要这吧？对，你抓我。会出事啊！会出事啊！干何事啊？干何事？会出事啊！会出事啊！我怕死啊！我怕死啊！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干何事啊？干何事啊？会出事啊！会出事！会出事啊！会出事啊！我怕死啊！我怕死啊！干何事啊？干何事？又是我们代导赢的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好，我们鼓掌啊！我们这个礼拜的冠军代理人，加油！我真的很不想去合适，能不能拜托这个北部或者是全台湾的这个猴流片的高手，下个礼拜来解救我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去合适场，我不想去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代理人导演。好，这个有在看转播的，我们现在大概有4000个人在看哦。不管你们在台湾的哪个地方，如果你想跟代理人导演。好，一较高下的欢迎下个礼拜五的，下个礼拜五的6点到自由广场这边来哦，跟他比赛一下，因为他真的不太想去那个共寮的合事场，可是他下个礼拜如果又赢了，我们会带他到共寮的合事场，全程记录下来给各位看哦，好不好？